炫的 3D 建模，细节的换弹动作，跑姿加滑铲一气呵成，这竟然出自我的世界网易版枪械模组。兄弟们，你们敢信吗？喜欢看我玩这类模组的话，就点个赞呗。咱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光轩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的世界网易版枪械模组乐季装备拓展 2.0 模组，添加了10种枪械和5种手雷。接下来就带大家来看看第一把锤头鲨，它有2种形态，可以直接射击，也可以切换到能量炮形态。哇，这伤害还是蛮高的。这把电磁雷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把，你看看这建模非常炫酷，看看这个换弹动作，连子弹显示屏都有了，科技感直接拉满，而且伤害也是相当的炸裂。拥有这样一把武器打金边，那简直是太酷了。这把乐季也还不错呀，黑红色的外观在夜晚显得格外扎眼，伤害也是蛮不错的。起点唯一把狙击枪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哎呀，你看我这瞬击玩的多溜啊！这巨人的手雷是真的厉害，用一颗过去直接炸倒一片，相当可以啊！而且还有扔雷手势动作，这就很细节，有没有？由于时间关系啊，手雷部分我就不细说了。当然武器也还有很多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打击感真的非常好，你们可以自己去试试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别忘记双击哦，拜拜。